大家好，我是林月。你们看得出来我是个胖子，可是我是个会唱歌的胖子。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，并且我还很灵活，我不像某个人。你能不能动动啊？啊？你天天在这儿躺着干什么呀？干啥动啊？减了这么长时间肥了，你得好不容易休息一会儿，你让我多休息一会儿吗？休息休息什么呀？休息啊？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出这对幸福的小胖。主持人好。主持人好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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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揪着心看你们俩走下来的，因为那个台子承受了前所未有的重量，在一直在晃啊。是我走的时候也看他软趴趴的。对，我也得站你们稍微远点啊。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林月。大家好，我是郑阳。我们现在特别想知道你们加起来大概有多重啊。我俩现在加起来不到600斤。什么叫不到600斤？就是他现在不到280，我就是260多一点。那你们历史最高记录大概有多少？差了几斤，800斤。我们得用一些东西来体验一下，让你感受一下800斤是一个什么概念。上道具。这是他以前穿的衣服。我以前最胖时候的衣服。哦，来比较一下，来给我。来，给我刘老师穿一下，肯定不是我穿。来，李群、刘雨婷，来。哦，他俩一起，他俩一起。对对对，你可以一起穿进去，都可以穿。你套前面，哎，你看，可以穿两个人，你看见没有？还能进，还能进，还能进，那就算了啊，那就算了。你那腰带是干嘛的？我这腰带是我最胖的时候系的。你给他们俩一起系一下，看系得下吗？能系下，两个人都能系啊？能系，应该没问题。我的天哪！还就两个人在，是我们三个人的，两个人还差一点。对，我以前都记不下了。啊，那我来问一下李群，你多少斤？我96斤。你呢？106。你才不到他们俩的四分之一，他们俩加起来才200斤。哦，对，我俩那时候加起来800斤。行了，你们俩今天就录节目就这么站着哈。谢谢，帮他解决。说一下，你们怎么做到的？我是属于是我从小就比较胖啊，那可是也不算是太胖啊。当时是为了方便找工作的时候，就父母决定把我送去减肥，结果就认识了他。嗯，当时我俩是瘦了，然后处了对象了，就回家工作了啊，然后再到结婚，差不多中间有个6年的时间，5-6年。就蹭蹭蹭的从不到200斤长到了400斤。幸福使人发胖嘛。哦，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太幸福了。他会把剩下的所有衣物浪当全往肚里咽。哦，就毫无一点挑剔，就特别好养。怎么说呢，小的时候就胖。哦，就没吃饱，什么好东西也没吃过。长大以后呢，就特别看人家浪费食物，嗯，不好，特别可耻。对，对，我就得把它吃掉。对，我问一下，你们家那个床是什么牌子的呀？我们俩毁坏过，就新婚的时候第一张床就毁坏，就是我俩就是只是坐在那儿。那时候不是新婚，是刚搬家。啊，就算是新床嘛，啊，就一下就，然后第二天就让人家赶快上门来修，我俩就。一个睡的沙发，一个睡的就是次卧。哦，看得出来他们两人是两个非常幸福的小胖子啊。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没有？就是喜欢唱歌呀。哎呦，然后天天没啥事就去唱歌，没啥事就去唱歌。咱们唱一首呗。行吧。唱什么？我只在乎你。接下来我们就。